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 Eating Time， 跟我一起去寻找美食吧。今天从台北搭火车来到了内坜车站，听说这家位于内坜忠孝路上的平价牛排店 CP 值超高的，现在就跟着我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咯。一进门就受到热烈的招呼，虽然是平价牛排店，但里面的装潢却让人家耳目一新。美式风格的摆饰有别于一般平价牛排店的装潢。这一区是我最喜欢的一区，在这边应该可以拍出很美的照片哦。应观众要求来一张吧。精致的饮料吧内除了一般饮料之外，还有咖啡机和奶茶机。听说这台咖啡机可是在高级餐厅才看得到的设备哦。有听说过平价牛排店还可以加面不加价的吗？天哪，老板真是佛心来着啊。玉米浓汤料也很多，接下来就要吃吃看我们的主食喽。这边使用的是最基本的铁板，这个是我点的嫩煎牛排，瞧是不是很大块呢？雪花猪看起来也美味可口，接下来就是试吃他们的铁板面。这边的铁板面使用的是白面，所以不会像一般油面一样咬起来有烂烂的感觉，而且分量还蛮大的哦。奶油餐包也很好吃哦。接着我又发现了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哦。如果你带着外套来，或者是大包小包的，别担心，店家也很体贴的为您考量到了。有没有看到这一个一个可爱又特别的椅子呢？其实它们可是大有玄机的哦。只要你把椅垫把它搬开，瞧，里面是不是一个很宽敞的置物空间呢？这家平价牛排店，每到用餐时间总是人潮满满，亲切的服务，美味的食物，以及舒适的用餐空间都值得推荐。还不知道要吃什么吗？你也可以来这边走走，或许你也会爱上它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哦。谢谢你给我们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